哇，那我就去北京吧。来，要我来玩一个。张家港，那我去张家港。是哪里呀？这么漂亮。 看到的这组器物呢，距今有6000至7000年的历史了，也就说明在7000年以前，张家港这片土地上已经有人类生活的痕迹。下面我们看到的这组陶豆，它相当于我们现在使用的盘子。土地够久远，故事才显得新鲜。 去香山玉溪诗，望梅花堂读苏轼。看得见的是碑上的文，匾上的字；看不见的是城市在生长，文化在蔓延。那些装满故事的风景，我想知道的更多。 Tianzhuang Ancient Street. We deeply appreciate the beautiful melodies without knowing their tunes. Just like being a gourmet, immersed in delicacies, get far more enjoyment than being a chef. So delicious.
说老年人的舞台只有我看舞台，真的动起来我可从来不服输。张家港，你可以打卡很多内容，待久了你就会发现，你会想念他的旧，也会更爱他的新。在张家港，总有不一样的惊喜，你应该自己来体验。